请将读者证或身份证放到转印区域。请将读者证或身份证放到转印区域。请选择打开柜门。请选择打开柜门。完成操作后，请关闭柜门。完成操作后，请关闭柜门。完成操作后，请关闭柜门。 继续借还或返回首页。请将读者证或身份证放到转印区域。请选择打开柜门。完成操作后，请关闭柜门。完成操作后，请关闭柜门。 完成操作后，请关闭柜门。继续借还或返回首页。请将读者证或身份证放到转印区域。请将读者证或身份证放到转印区域。请选择需要细节的书籍，细节完成返回首页。请选择需要细节的书籍。 细节完成返回首页。请选择需要细节的书籍，细节完成返回首页。